大家好，小钟啊，我现在是在非洲的尼日利亚。我们今天呢是要去探索一下北部城市卡洛的美食啊。咱买一个这个，这个是撒哈拉地区的椰枣。聊什么？很涩，没有熟。This one good 啊，这个是熟了的。这个就是甜的了。椰枣在这个撒哈拉地区呢，是很多人的一个甜品，也是他们补充能量的一个主要的食物。You test one. You test one. 为什么他吃就不涩呢？我吃就很涩。给他分一点啊。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有的怎么吃的啊。这是卖那个牛肉的，这个看了就不敢买了啊，兄弟们。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one?I don't know the name of in English. Hausa. Hausa now.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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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How much one? 50来了。这个必须得洗一下啊！思思说的，必须得洗一下才行，不敢吃。因为很多苍蝇啊，你以为呢？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卡丁尼亚，卡丁尼亚，这是一款水果，叫卡丁尼亚。然后里面这个肉啊，很甜很甜，但是核很大。看一下这个是啥 ？Yogurt， 这是他们当地的酸奶是吧 ？20 This one 20来了。这个是20.2毛钱，这个是1毛钱。先尝一尝这个1毛钱的非洲冰棍。配料上面写的是柠檬酸、维他命 C、糖、orange， 那个 orange 的那个 concentrate 就是橙汁的浓缩液，色素。这边呢是当地人在这里取水呀、他们这个都是井水啊，一口井呢可以供很多人喝。这边阿拉伯国家还是比较缺水的。都是小孩子出来干活啊，你看这么小就出来扛水了。这个是他们的门牌啊，兄弟们，上面是英语，下面是阿拉伯语。在卡诺地区呢，基本上99%的都是穆斯林，所以他们从小呢也是要学古兰经啊。What's the name of this one？ 这个是一个炸的，感觉像豆腐的，咱们尝一尝。pepper chili。chili。这个是他们的炸豆腐。跟咱们国内豆腐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味道真不错。这个是真正的街头美食啊。Can make you just fresh and shining. Ah, shining. And kill the other bacteria. This is traditional one. Traditional one. Yes, this is as a traditional one. 这个卖的好像是他们当地的烧饼。萨拉马雷贡。哇，他要给它切开。阿古雷兹。What's the name of this one? Gulasa. Gulasa. OK. 这个他会把它把这个饼还会浇上油。这个是啥？哇，还要撒辣椒面。OK, OK, it's OK. Thank you. 这个饼就直接这样吃的，也是个作业本。豪萨的当地的美食啊，一个饼，然后有很多辣椒面啥的。不错，很筋道，感觉有点像咱们的那个烤馕。然后这边呢是卖那个辣椒面的，就刚我们吃的那个饼的辣椒面。这个树皮就不用多说了吧，应该就是泡壮阳的。大哥是在补这个盆子啊，他们是用这个传统的手法补这个盆子。他就用塑料给烧化了之后，然后补一下。就在卡洛的市场和在拉格斯的市场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地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嘛，然后都会比较平和，不像拉格斯那样那么吵。看一下兄弟们，这个就是非洲的发电机，真的是牛啊！这么两个油桶加一个这个机器就变发电了。这非洲的一个打印机就打印出来这个东西，海报啊什么的。What is this? Sugar. Ten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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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咱们四川的那个麻糖，有一点苦，有点焦糖的感觉。它这样一个呢是1毛钱。看一下这里面卖的是啥呀？yogurt. Yes. Is this one? 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F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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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a.
You won't miss it. 啊 ？If you miss it, it's very, it will be tasty. 他说要配的那个吃。Okay, we make this one. This one, 200. Okay, okay. I make one. Kara later. Okay, later. Kara. You want to introduce some? Yeah.I saw, I had a machine. 哇天啊，这苍蝇太多了，我去！这小孩这么小就出来做生意了。It's okay. Am I putting inside? Yes. 这个是酸奶。Okay. 这很鲜，他们应该是自己做的鲜奶。It's okay, it's okay. This is the whole sugar and. Okay, let me take. This is good. 他说要先搅拌一下。No.还要搅拌，这大叔很好啊，一直在帮我搅拌。Okay, thank you. So how to eat? Okay, 把这个。Yes. 他要把 okay, okay, okay. Understand. 要咬破。It's good. 这个应该算他们当地一个甜品。富兰尼呢是尼日利亚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呢世代就是，yeah, 这个大哥说他们世代都是就是养这个牛羊的，这个是他们当地穆斯林的一个学校啊。看一下对面一群小孩子正在上这个课呢，就在路边啊。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在尼日利亚这么多印度电影啊？他们为什么都这么喜欢看印度的电影、啊？看一下这些小孩子们都在街头卖水啊，卖吃的。但是咱们发现了有个人拿着这么多针筒，他到底是卖什么的呀？把这个针筒捡来之后，装了里面的不知道是啥液体。他们刚才跟我说是离合油啊。像在卡诺这边呢，他们当地主要的交通工具呢就是这个 KK， 也是咱们说的三蹦子。然后这个是一个有历史的老城墙啊，真的有点穿越到印度的感觉。这个又是一个街边炸小吃的地方。在卡诺这边呢，因为靠沙漠啊，所以当地人也会用这种骡子或者驴啊来运东西。这些是他们当地卖的一个饼干呀、糖果什么的。这个气温都已经让这个东西化掉了。In house language. Amigai. In house language. Amigai. Amigai. In house language. Okay. In English. One. In house language. Chaibun mala. Chaibun mala. Chaibun mala. In house language. This one how much? $100. $100. How much? No, I want that. Huh?$200 啊 ，this one full 啊 ，full 啊 ，I know full 啊，啊，他还给我尝一个 ，OK， 他让我尝一尝，阿霞 ，I am better now， my grandma like，Coca-Cola， Coca-Cola， Coca-Cola。他偷钱是吧？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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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偷钱是吧？他们好那个 ，no， 要这个，这个，哎，你把这个玩意儿呢？他刚刚偷东西，当地人都很愤怒啊，就说你为什么要偷钱，所以很多人都站出来了去骂那个小孩，说让他不要偷钱。我觉得这种其实现象挺好的，如果说有多一点的人去制止这种行为的话，然后他们以后就不会这样去干了。感觉像是戴个项链一样，然后吃的时候就这样。他这个是用那个椰子做的糖，这么一串1块钱，很便宜啊。We can share to them, no problem. This is our man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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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the bazooka. Too much power. Too much power. Hey, manpower. 这些都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我去。All of them.
Manpower. Manpower to China. 原来这个大哥是卖壮阳药的。You are good, just now. Thank you, thank you. Shukran, shukran. Shukran laka. Shukran laka. 马屁没吃了。马屁没吃了。OK. 咱们先尝一下这个紫色的东西，应该也是某种类似于糖果或蜜饯的东西。Sunny guy. It's good. 这个甜甜的，酸酸的，然后加了很多色素。其实他们这小孩也挺可怜的，刚刚那个小偷他也是看到小东兜里有点钱，然后就想偷，然后被哇他就吃了，掉地上了。现在到了下午下班的时间，那个交通真的就是特别的崩溃了，很像在那个印度的感觉啊。咱们现在上个出租车 KK。 在尼日利亚这个国家人就是真的太多了。